球球，你看这个这套衣服，要替你们想好的衣服。我觉得这套很可爱哎，因为看这个上面的，今年是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小碎花，还有什么小点缀的东西在衣服上？点缀的东西。对啊，我记发现今年很流行那种小球球，还会看到很多包包，包包上面也会有这个球球，上面这个彩色球。欸、很适合这个圣诞节穿搭，我发现买好过圣诞节的衣服了。然后再看它这个袖，它这个袖子就是散装的，它可以遮手臂耶，我觉得很优，可以让手臂变很细，有没有觉得？那它这个又是，欸，它这是松紧的吗？不是，可是它看起来很像松紧哎。对，它刚刚不是松紧。对啊，但它的宽度是很 OK 的，就这样垂垂的，垂坠感会让你的手臂就看起来比较细。那你看旁边，两边都有，两边这边有字条，然后它这个材质是雪纺的哟。哎，没有，它是棉麻的。啊，它就是太轻薄，轻薄到我把它当雪纺的。对对，因为我刚刚穿上去觉得怎么这件很轻，很轻飘飘，穿上去觉得这件衣服很轻。然后它这个是散装的，它有大白散装，你看。吃下午茶出去都不用看，真的挡住缺点，小腹都不用说了。然后你看我的屁股又可以遮得到臀部的位置，这里搭小短裤就很好看。哎，它好像也可以搭那种窄管长裤，对，窄管长裤也蛮美的。然后我是搭凉鞋，这样其实它蛮实搭的耶，这件上衣就是可爱又好搭。而且我觉得这一件应该到任何身形都可以哦。哎，它就露出，对啊，露出最瘦，然后挡住，对，又可以挡住这里，又可以挡住肉。哎，对啊，其实 SML 女孩都可以穿。就你看它这个，因为它这个袖子是宽宽松松的，是宽宽松松，是不是很值得购入一件呢？